储备到哪儿。啊，那直接叫他金马运到上头去买吧。对。这是说这很厉害，不用签字。对啊，他把签字我都动不了，你看。这又去讲了。干嘛？给这只狗的吧。谁打？猴精。交给我了。碰着了是吧？屁毛！反正不是我的手。没有，你不一定见得到我。不一定，我是你打不过这西班牙。瞬间引空，弹出去了的。这两个让我变成原则。试试看拍杜江就想一招上阵的傻逼。不会，从来不见人身的，我给你留面子，不然回国没练健身怎么办？对啊，刚才我就没把你一招上了，就把你杀了。哎呦！这样一批摇杆很好，今天大叔来过了，真的，打了几一个小时了，绝对打。哦，沙布达在录下来，他妈声音会录进去，啊，声音会录进来了。啊，声音真的会录进来了，我操！那在哪里不会出声音啊？都会出声音。不过他们西班牙的听不懂这讲什么，那就是说日本的傻逼吧。好，开完。看我帮你们放阔了，抓紧一点。